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现在呢，就告诉各位，刚才我们那个龙上面弯弯曲曲，从上面金生水化水，化的水泡一直水一直流，流一直流，流到这里来。那么流到这里来呢，会不会结泄呢？刚才所看的那水还在流，还没有住，那么是一个迎一个送而已，各位刚才所看的那个地方。就是送，这边是欢迎，你们所站的、坐的这个点是欢迎，那个龙还在一直下来，所以你们现在大家一起坐的地方，一起坐的地方，会不会结蟹？很漂亮，会不会结蟹？若是你们叫人来，盖别墅，会不会结蟹？这个叫做孤阴寡阳，这个。道道地地的孤阴，道道地地的孤阴，孤阴先拜而后结。后面我们师兄坐的，站的最后面那里，高高的那个地方就是孤阴。孤阴的，落下来，这么等的都是孤阴。一条一落下来，孤阴下来了，所以孤阴的，先拜而后结。我们一起坐在那边上课那个地方呢，拐阳，拐阳先觉而后拜，而且你们像着这样呢，像这样来呢，你们龙砂一直缺陷下来，龙砂是陷，虎砂高，虎砂高，龙砂陷，而且又孤阴没有化，没有化，都是水星一直下来，一直下来，下到。前面这个地方来，前面一个圆脸的，这个地，前面圆脸的，你表面看起来很漂亮，以为落下去就有结穴了，事实上这个都不会结穴，为什么呢？下去了水往外流，水就往外流，往鼻子牵着走，那么虎砂又过岸，虎砂过岸。虽然把水能锁住了，但是呢，这个都没有结穴。好啦，等于说刚才所看的这些点，是我们上面第一次上面金生水天窍穴的守护神，这个是这么多点都是守护神。所以各位三头大地那么宽，几百公顷，几千公顷。你要找一个地方，圆圆的，最大两平地的穴呢，确实不简单，就等于叫做金丹法门。所以第一次我在拜师，跟李淑玉李师公拜师的时候，他告诉里面一点，没有穴绝对不能点，那我真的会饿死哎，也要死呢。那要点穴何其容易。所以李老师不管怎么样，没有穴绝对不能点，你点了有入中文，有入祖师，而且因果你要负责，恐怖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学，那我那时候认真学呢，当然跑遍山河大地，都一直在跑，
啊，眼睛要亮，啊，眼睛要看得很清楚。好，那再来咧，没有穴，你把人做了，你一生一死一个人。啊，那么风水做错了，败了一个家族。风水做错，败一个家族，你看严重不严重？啊，严重哦，严重哦。哦，所以我们有说咧，啊，在这个风水啊，啊，你点到穴了，你要看它有没有旺运，你要诚实下葬，要很旺运，你才能葬房子。要有旺运，我们才能盖。像刚才我们啊师兄呢，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亲戚啊女儿买了一栋房子，坐北向南啊，那怎么办？以前又租的，现在怎么办呢？那租的勉强呢，年不行，你就找月，坐北六月啊寅午戌日子。寅午戌月不要入宅哦，那亥卯未或是巳酉丑日呢，你就可以入宅，但是不冲主人，不冲长辈，这一点呢我们要很注意。我们学这个道就是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，让自己了解该怎么样来做，不然呢我们冤枉一大堆啊，那我们人生就白走，我们没有时间去浪费，啊，没有时间尝试，啊，苦难，和没有时间尝试失败，啊，这一点呢，啊，在这里再提醒各位，啊，我们得教各位外面看一看，我相信今后你们就可以了解，你们自己要盖别墅，啊，或者要盖房子，啊，今天的，啊，今天一天呢，我把整个精髓。啊，真传都传给你们了，记住，教外别传，中外别传，啊，我不是我们胡闹，而是啊，有的断章取义，我们不必跟人争，啊，不要跟人家争，啊，往往啊，你们在学的过程，啊，很多已经有学过啊，大德居士们，啊，他大师们，他们会跟你们争。啊，你们心就不定，啊，他们呢会给你们考验，心就不定，啊，不定呢，你们烦恼就来了，那样你们要小心，啊，往往呢，老祖会化很多人给你们考验，会化很多的事情给你们试验，试试你们的坚定的道心，有没有道心，有没有正知正见，啊，所以会给你们一个考验。那么总而言之。啊，师父谨遵的老祖师尊传的妙法，啊，各位都是很有信心，啊，很有道心，啊，既然有这个心，我们坚持一个理念，啊，师父不会害你们的，而是呢，我只是将各种基本常识告诉各位，啊，未来若是有新的地方，啊，可以挖那个穴的时候，或者你们有山，啊，这有山。明明知道那有地理的，啊，我们可以的，啊，再到现场去挖这个穴，因为这个今天就不能挖，挖了就犯罪，啊，我今天把大局，把大格局交给各位，啊，以这个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了，云代表了龙天护法，啊，法界一切圣神佛菩萨一起降临。啊，在这里听经闻法，受纳供养，啊，以法供养，啊，在这里我们也祝福各位。阿弥陀佛，阿丹，大心我未，未啦，未，我今日撞个白坐车，要拍一头的，撞个还拍一头才健康啊。太阳，骗子天下吼！是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来凑电风扇。咩？唔好，唔睇啦，唔好。嘿，啊，咱咧，诶，师傅哦，八九年。哦。哦，是。而且师傅穿的皮薄，我看
大家我都食到像恁年岁安尼无？人吼，唔通欠上多。好好。吼，人会老啦，啊，亲就发过老。哦，啊，食愈老发愈济啊。嘿，一日通难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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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师父甲这年岁的高龄来吼，这呢对咱这爷呐，啊，这呢关爱安尼吼，啊无急着讲哦，我才一岁，啊，我一个是会做迄个老师啊，会安尼介绍安尼吼，这阵咱爱学呀，咱爱学啊。恁好在讲来这十几钟头提我来，吼。啊，即法师定定咧讲啦，啊，我都讲笑啦。我们现在哦，咱十几钟头提我来，就是好在讲下十款的业，啊，一十款的福。好。哦，心三，哦，哦，心三，色多淫，拢想了。跳死，哦，无恶跳，妄言与女良善。票数，二三，无贪嗔痴，哦，再加一心啊，一心定力，一佛三宝，救度众生，哦。好，好，我是这个行的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开始我你讲啦，这个经不必讲啦，我是较老较古早，啊，你即卖现在啊，啊，你即卖。新世界拢现在啊，大嘛现在啊，吼、哦，诶，即卖好在讲，有诶吼、哦，有诶就爱痛苦，伊嘛要听老诶讲，要听啥诶讲来痛苦。是。啊，有诶是要现在拢好啦，爱万行随时讲得啦。嗯。吼、哦。谢谢谢。啊，大嘛你讲啊。水尾嘛是爱有，爱嘛爱有水头。对。哦，我这。水嘛爱有。是啊，我即摆开始伫水中，迄个水中甲水尾伫行嘛，爱有水头会原来，那无水头就无完啦。哦，明白。迄个以后再讲，今日同安尼一起同安尼，今日呢，安尼喜欢来结识，来拜读来结识，来交流。哈哈哈哈哈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好，谢谢。到不了方便。没，我那要用刷下来。嘿，啊，我那来走。行，来来，好，师傅，好。好，没到。好，没到。我到今嘛，今嘛就到，就爱到。对。哎呀，这阿表娃你有拍吗？有啊。这还是这部电啊？哎。这部电是放来啊？啊，你靠你熬光了。嗯，靠你熬光了。好，这里花二代，来龙花二代，来龙吼，你来坐靠山，坐后靠，本靠发二地，后靠就发，啊发一地啦，头前这个发本地啦，啊后边就发第二地的啦，这第二地也出了这种风花雪月啊，出第二地。哦。后边是吧？后边较正。嘿嘿，后边较正。哦，那个一地见呢，有一地嘛，哈、哦。七彩的土啊，啊，这照看苗阁流心未啊？啊，照看苗阁流心未啊？你就排掉呀？哦，真的啦，哦，哎，啊，伊这间，这间庙吼，本身是顺水楼，顺水楼一定爱转，小可转那济，顺水楼爱转那济，
啊，神之楼摸神之走，神之楼你要骑完就神之走啊。啊，地基你得爱怎么做？好嘞，你骑哎，我都接嘞。啊，还都有的，嘿。啊，搿样做翘翘，那搞起来，我只要白白就掉了。掉了，掉，嘿嘿嘿，掉。啊，看见了，慢慢看会掉。哈，慢慢看。哎，这就不用看这样。啊，头前是华山的，足水的，希望华山贵人的哈。华山，好，嘿，好，啊，好来。啊，这个地理你会，哎，这袂使，这是爱出水，这顺水也不用看了水。顺水流，不用看到水，不用摸着，不用吃着，吃了就是平衡水拖了一只，吼，迄就唔对个。已经够了，嘿，已经够。啊，伊个高度吼，迄高度嘞吼，哎呦，这个宽度，这个宽度，了，加一圆，加多一圆，吼，顶一色，吼，顶一色，吼。这个小这过去哩，手盘的基础。这里你看有啥夹嘞？无啥擦嘞，要看擦嘞。好，是这里。好，这肉、这肉、这骨、这肉、这骨，啊，落来这两筋呐，这两筋、这骨，骨肉相连。好，骨、骨甲肉，啊，多这是一个。骨不离肉，肉不离骨。啊，那六日时啊，你若水这开始这样挖开嘞，来起到这嘞，你甲你起入骨哩，唔对起啊。啊，骨不离肉，肉不离骨嘞，你骨起哩，笑啥？是甲笑半中间嘞，好甲笑半中间嘞，拄到伊个啊大殿嘞、内殿诶这个管道，开始对这起，你要继续笑就是笑，哈，啊就是这个未来，哈。好了，好，嗯，就当你跳山就对，一山一秀。嘿嘿嘿嘿，好，你对这个来哈，对这个起来，这个起来，好，这摸个溜了呀，好，起来刚刚这安尼俩，好，这咱一摸吼，这关的，那个骨嘞，好，啊，搁把咱两中骨嘞，好，你这条都，我告诉你哦，切个两中骨嘞，阿伯嘞。黑就袂使了，好，黑就变绝掉了，会绝掉了。所以你爱一张皮，一张骨，所以骨不离肉，肉不离骨，骨肉分明。但是爱个有肉，个有皮，黑才是真正要活龙活血，吼，活地理继续保持。啊，这里丢嘞，好，这里空嘞，好来嘞，啊，一直爱面爱到这来。啊，这里挂位做地轴林。啊，地的头就没有沼泽，你本身就爱开一个沼泽，你知意思不？本身就爱开一个沼泽啊，好，头前顺水流嘞，啊，等我坐条嘞，这呢本身就沼泽，啊，下面就较低嘞，林，地轴林挂，好，地轴林挂，好，居高临下，好，地坤地，啊，泽嘞，好，你这沼泽，好，所以这里。地理哈，啊做地轴连贯，哈、啊、一个包山又向地轴连贯，哈啊你来做地轴连贯，你看老师讲，啊你啊像弯来弯弯的，就直直溜出去啊，直直溜出去啊，哈、啊。哦，足水头前个了。一个远，一个尖尖的说哇，啊尖尖的遐毛，那半壁鸡，半如意，半暗道哇，对面遐像一个华山，啊像一个华山，响出的位嘞哈，啊，师傅到遮，顺水流的，一定爱小等了坐嘞，气才收得掉，这是基本的法则，啊最起码你嘛要一只棉红温，啊你若像安尼弯来弯弯的，要直下，哈。啊！你看，像这样的切平了嘞吼，切平了是哦，四平八稳好不好？啊，四平八稳啊！啊，后边嘞，这条龙脉嘞吼，这爬山话的，黑的多翻梁了，多翻梁。你看面顶个啊，遐哇，云嘛，干你起势啊哇，梁啊哇，云啊，干你起势你行啊哇，形状啊，
啊，形状的哈，啊，爬这家来，爬这里来，这里家来，哈、啊。